超级碰撞战舰世界 VS 战锤 40K， 一句 For the Emperor 让多少人热血澎湃，纯正的暴力美学。大家好，我是 TAP 的果冻。熟悉我的朋友们呢都知道我喜欢玩射击游戏啊，大多都是以枪械为主武器的。最近接触了一款海战游戏战舰世界，可以说是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。今天呢就带大家来感受一下开炮的快乐。其实这款游戏不是简简单单的海上射击类型，而是参考了许多真实的战舰历史，并将游戏的世界观背景设定在了20世纪前半叶来进行的，涵盖了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到20世纪50年代末世界各国的各种军舰，包括那些仅仅只设计出图纸但是没有实际建造出来的战舰，涵盖了航母、战列舰、巡洋舰和驱逐舰四种类型的战舰，各种性能、各种派系一应俱全，总能找到一款你的梦中情舰。能够通过这种方式开上战舰啊，真是让我热血沸腾。不仅基础的玩法紧张刺激，他们又最近推出了新的整活活动啊，与战锤 40K 的联动，也可以让玩家们尽情领略战舰世界与战锤 40K 完美融合的暴力美学。这次战舰世界带来了四款与战锤 40K 合作的主题皮肤，有神秘威严的多恩十字，机智聪明的冲撞跳跳，忠诚无畏的炼狱烈焰，以及背负使命的诸神黄昏，他们代表着战锤 40K 里面四个不同的军营和派系，个性鲜明，相当具有代表性。同时呢，他们还有新的配音的指挥官贾斯汀·里昂十三世，冷酷的阿尔萨斯·罗克塔，奥古斯汀·里格瓦尔德，大聪明格罗马兹。不仅如此，我还发现了一组非常绝的 AI 绘图，画风柔和了战舰世界与战锤 40K 的战争美学和暴力美学，场景设定和人物角色都很精致，完全不输 CG 的质感。不得不说这个 AI 绘图真的非常绝，而且最近他们这个绘图非常火，我不仅想开个脑洞，不知道以后两家在进行联动的时候呢，会不会将战锤 40K 的星际战舰也搬到战舰世界的海域中来呢？这个脑洞可能实现起来有点困难，但是近期战舰世界新做的各种舰船、主题舰长、特殊补给箱以及多种补给道具等等都在军械库限时热销，据说发售期很短，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入手，赶紧来加入战舰世界和战锤 40K 的联动战场，迎接来自战锤的暴力美学吧。